3公分、4公分，那一定是不行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风出去的时候，它一定会先飞出去，报纸先飞出去，人也飞出去，鹅也飞出去，啊，迄时阵要咱多多保护你的台啦吼。所以咱决定爱个定时个条件，袂使讲吼，就是在那底吼，啊，袂多多保护咱台啦吼。啊，这个也是安尼吼，啊，啊，来安尼，差不多一片枕头啊吼，一片枕头啊，那一个手指可以伸进去，你这个伸缩线，然后再把多的这个带哈，再把它缩到下巴。来发放哦，咱这个家属就好，有驾照18岁到70岁这的乡亲哦，咱希望讲，咱透过20项电池的保证事务所，会当就近就便哦，来通知咱的这的哦符合资格来呢来发放的对象的这的乡亲，会当到这的所在来领取。我想啊，不只是我们鼎立县，还有和松的哈啊，都能够大力支持云林县的守护乡亲生命安全的这个政策。那呼吁我们所有乡亲呢，戴上安全帽哈，一定要啊，诚如刚刚林虎庆董事长哦，他是非常专业哦，不只是要戴上去，要扣紧哈，要拉要紧啊，戴扣拉紧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哈。这样戴的安全帽才会有效哈，才能够真正保障我们所有乡亲生命的这个安全哈。我在这里再一次呼吁，只有我们骑机车要出门哈，一定要把安全帽戴好哈，戴紧扣好哈啊，才能够出门哈，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所有乡亲呢生命的安全。